我的一位师长曾经对我说起过《红灯记》，他讲那是在1990年，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，《红灯记》作为现代京剧的首演剧目被放在重要的位置。这也是《红灯记》首演后的26年后，在首都剧场再次演出。那一次，当年该戏的编剧之一、总导演阿甲应邀观看了演出。当时在演出后，阿甲走上舞台时，台下发出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，全场观众拥向台前，这一幕深深地记在他的脑海里。从那以后，他每次听到或者是看到《红灯记》，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一口气听完或看完。这次我们不妨学我师长的做法，把铁梅的唱段来一个集中交唱，让喜欢京剧的朋友痛痛快快地过把瘾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很高兴您来关注我们《跟我学》这个栏目。今天呢，由我教《红灯记》选段李铁梅演唱的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。在交唱之前呢，我请观众朋友们来熟悉一下我们这三位，你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？我叫冯颖梅，来自北京金融系统京剧协会，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和耿老师学习《红灯记》的唱段。大家好，我叫孟萌，来自中国音乐学院，是一个学生，很高兴能跟耿老师学习，来参加这个栏目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华敏，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耿老师学习。那么今天呢，在交唱之前呢，我想呢，我先把这个都有一颗红亮心的这个词给大家念一下啊。奶奶您听我说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，他们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奶奶您听我说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说话一样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你看，把这个语气念好了以后，咱们自然就唱出来了。奶奶，您听我说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，他们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就是太平了啊，因为刚才我把这个词也念了一遍啊，咱们就是爹爹
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啊，就是小姑娘这个活泼可爱，把这个感情要唱出来，好吧？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你看没有大事不登门就下来了，不，没有大事不登门就都平了啊，就是咱们把这个语气唱出来啊，来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这个亲，归鼻音，亲啊，亲。啊，咱们现在戏不上口啊，不是亲啊，是亲啊。可他来一起唱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，亲生还亲人，这里的啊。气是不是存在这里啊？我们唱歌也是这样啊，咱们就是说气用的时候方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啊。洪亮的心，我开始不出声，哎，我开始没有出气，我是用声音出来，以后慢慢的，以后没有声音了，然后用气再顶。那我们跟乐队的老师一起合唱一遍好不好？奶奶，您听我说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呢由我来教唱《红灯记》选段，李铁梅演唱的《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》。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，
这个声音这个位置啊，听就跑到后头去了啊。好，那咱往下唱啊。为的是救中国，救穷人民，打败鬼子的兵。我将大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由我来教《红灯记》李铁梅演唱的《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》。
所以就从这段的唱里头一定要把这个感情表现出来。开始就是恩深如海，大个里根你要想想这段时间奶奶对我这么好啊，马上就是呈现出来，从你的眼神，从你的动作，从你的表情，从你的唱段都要把它展现出来啊。是就这气啊，这气一定要给它喘足了。你看我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这个特别快是吧？嗯，就是气要用不好的话，就是觉得哎呦特别赶喽。可是咱们这气一直就放在这儿，不横到这儿就不觉得快了。情绪一到这儿哈，但就这个嘴皮子一定要使劲儿。如果你要不使劲儿的话，不把它念清楚的话，观众不知道你唱什么。嗯，爹。跟乐队的老师再完整的唱一遍，好吧？嗯。